什么好重？走走走！老板，醒醒，老板！哎，老板，一个个都靠不住，你干嘛要带头回馈啊？来吧，想做什么就做吧。大哥，你先给他摆好睡姿。嗯，这气势有高。哎，大哥，他的头掉过来了。老七，你慢点。怎么了？看到这点肉怎么了？大哥，你帮他换衣服吧，这样睡得不舒服。还有空调不用调得太低，因为喝醉的人不会注意盖被子的，知不知道？我没喝醉，我快要热死了。哎呀，毛巾在那边，沾水给他擦脸擦身体。自己做吧。哎，不行，我是女生，我怎么能掀开他的衣服给他擦身体呢？只有大哥可以接受我的委托。这个拿走。不，就留在那里吧，那是工作内容，大哥不要忘记了，千万不要忘记了，好好照顾好他呀，不要让他生病了，拜拜。沾湿毛巾了。